个阿拉萨爱吃的节齿骨，一盒有30只，老合适了。我家这几只看见都着急的不行。它有好几种口味，现在28.91香，喜欢吃的毛孩子。都知道吃鸡心对狗狗眼睛好，鸡心内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，里面的辅酶 Q10 对狗狗的心脏也有好处。这款鸡心是由高温慢火蒸煮而成，原汁原味，一点也不咸，肉质鲜嫩，我家每只小狗都爱吃。现在一包19.8块，赶紧给你家毛孩子也薅一个羊毛吧。40片、30片鸭肉奶酪和鸡肉蔬菜，满满的打颗奶酪，蔬菜清晰可见。我家阿拉萨和他妈妈都抢着吃，豌豆胡萝卜搭配鸡肉，低温烘干，薄薄脆脆的，低脂鸭肉，清热不上火，大颗粒奶酪，美毛补钙长身体。现在有活动，买2袋送1袋，赶紧安排吧。